以前呢，有冇试过去接受过其他嘅治疗啊？去即系做你呢一个凹凸洞啦。冇啊，冇接受过其他治疗。点解你冇接受过其他治疗啦？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嘅治疗方法。点解你会选择我哋呢？有睇过其他客户讲啊，我见到呢个案，我想试下咯。会唔会都因为呢个原因，有个案俾你睇到，所以你会比较有信心啲呢？都系，系啊，你会觉得你而家好咗几多个 percent？50%咯。咁我睇翻个记录啦，你大概系2017年12月到嚟去做嘅，咁就而家都先至系啱啱4月，咁其实喺呢几个月只系短短叫做3个月、4个月嘅时间啦，咁好到50%，其实都好好成绩喎。系啊，我都觉得系。多谢你咧，即系都愿意去分享你嗰个治疗嘅经验啦，去即系帮我哋都去证明下治疗个效果系真系都好好嘅成效嘅。咁多谢你先，阿威。